下面有请高二九班班主任胡月老师代表年级领取校运动会团体一等奖。大家好，我是高二年级的教导主任（括号实习），但同时我也是高二九班的班主任胡月。很荣幸今天能和我亲爱的学生们一起获得了本次运动会的一等奖。这是我们班全体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感谢赛场上所有的竞争对手，以及为他们加油呐喊鼓励的同学们，你们是这份荣誉的共享者，也是体育精神的实践者，老师为你们感到自豪。请允许我放下教导主任的身份，我想代表我们九班全体感谢今天为我们带来最大惊喜和荣誉的同学南希。谢谢你在4x100米接力赛最后阶段的奋力冲刺，你的拼搏、你的坚持、你的爆发力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这也正是我们成华中学一年一度举办运动会意义的所在。愿在成华中学里的每一个你都是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你，我衷心的为场上每一个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你感到骄傲，谢谢。